痒痒，它有可能是新来的，我觉得。哎呀！它耳朵上有一个那个标识。嗯，它在用尾巴支撑它的。对啊，我跟你说了，它尾巴是在第五条腿。嗯。把雪赵忠祥解说。袋鼠的前肢。比后肢短。对，那是相当短。袋鼠属于食草动物，但是它的尾巴非常强劲，在紧急的情况，说不定它也咬人。